军的一、e、六 B 水星通信中继机分别在靠近华府还有奥勒冈州的上空飞行，因为这个机上哦配有特别的通讯系统，可以把美国总统下达的核武攻击命令传达到在这个全球海洋巡弋的核武潜舰。所以呢也被叫做末日机。那有分析认为呢，可能是美国在对其他敌对国家传达讯息了。就算美国的山军统帅生病了，美国的核武指挥系统依旧非常完整。不过美国国防部回应。 哦，这个军机起飞是预定的计划，跟川普染疫无关。